大家好，我是小二哥。听说下川岛这里很多这个大牛是来钓的。这个是我的新装备、新伙伴，衣服也是，都是伊库达的，拿条重型的武器来搞这个大牛屎，还是用这个110块的血虫来钓。拉眼，像钩枪一把这个钩枪一坨就行了。这个装备 OK 吧，性价比很高的这个。嘿，干大货啊！上鱼，爆箱了！上鱼，一来就上桥。哦，好点，顶帽啊！多色系哦。我那条你刚刚按停了。我操！这么大的按钉，哎呀！白赔了。什么鱼？应该是黄脚，这样是。哦，什么鱼？看一下。点目。不是哦，雅典哦。雅典啊。雅典一条。给你干一条了。我靠！哦，这么大的花花，贵东西哦。我靠我。好，好。抽！我靠！上大号！行，哦，跑线里！不行，我先拿出网去。我靠！过瘾！爽啊！这条钢珠厉害啊，真的很厉害啊！跑线里！不要拿，不要抽筋就完了。慢点啊！不要急啊，急是没用的，跑了就拜拜了。有法这里，哇，反正这应该是黑牛啊。还在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先放下，先拿好手机。哇！太兴奋了，第一期钓这么大的黑雕，七五斤重啊！上货，看一下什么货？黄脚，应该是黄脚，看你这样抽就黄脚了，哎呀，爽啊！今天啊，爽啊！这个钓点，哇，好狗，哇，什么？要不要插网？哇，这么大的花花，你怎么今天都钓这种鱼？哇！这个好啊，60块钱一斤的华哥，值钱啊！这个厉害哦，这个。啊，有创意，哇靠，狂潮的地方。哦，好了，掉口了。哎呀，积木，哎呦，又是厉害的杆子哦，哎呀，这条杆子可以，哇，这么大的，撑网，抽，哇，哥，快，哇靠！哇，这么大的雅典！哇，厉害！都是金木杆子重的，厉害哦！你看一下它的雅典大不大？大！厉害！哎呀！华哥终于钓到黄脚了，有六两吧？这条鱼最少六两块。上鱼！哇靠！新杆子，哎，这条杆子长得不错。上鱼！他妈的钓了这么多，没有赢一条鱼中啊！哎，上鱼，哟，什么鱼？要不要刷网？不用，应该。哇！哦，黄脚，又一条黄脚，厉害！一条黄脚，厉害哟！哇，这个地方钓鱼还是挺爽的。还有没有鱼在？
挂住了。换了一下这个豪装来钓钓，看看有没有吧。最后的一个潮水了。哎呀，这个豪装这里也没鱼，就华哥钓了一条石斑，收工回码头看鱼货。准备看鱼货。来了。今天的爆干掉了啊！就一条石斑，这是阿柱哥的，比我们那条大。哇，又是大一条。阿柱哥这条肥啊，啊，今天的鱼货就这么多了。嗯，你看，可以吧？有些小的就吃了十口就没有放了啊。好，那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啊！渔村兄弟只做真实的海钓视频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